一凡、胡一天、张翰、杨幂，个个都是大长腿，也是温柔养眼。王俊凯，你们随意感受一下，王俊凯的腿真的是又长又直啊。我一个女生都自叹不如。王俊凯曾在节目中说过，上次量的是104。主持人都惊呆了。胡一天最近的大事，胡一天188的身高，颜值杠杠低。近期胡一天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，站在人群中的他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，你们肯定能猜出哪一个是胡一天，对不对？拜倒在胡一天的颜值和大长腿脚下哇。吴亦凡，一身黑衣的吴亦凡看起来腿格外的长，脖子以下全是腿。看看这无处安放的大长腿。张翰的腿长112，身材比例超完美，白衬衫搭配黑裤子。张翰的身材简直好到爆。关晓彤现在提到长腿，特别是娱乐圈女明星的大长腿，就能想到关晓彤。别羡慕，谁让人家个子高呢？杨幂有这么一双又细又长的腿，大幂幂一定不舍得遮住。杨幂很多街拍中都露出了她的大长腿。有网友会质疑杨幂的腿是不是 P 了。那我们再来看下真正男子汉官方发布的图。实力就在这，根本不用 P。